差不多要走了。然后现在要去东南门接他们了，真的太热了，然后也太晒了。清华里面人还是挺少的，就外面人挺多的。进来的时候我都已经汗湿了，这阵人超级多的。啊，我不行了，我现在准备去图书馆，真的不行了，实在太热了。我觉得我以后都不太想在这个时间点出来。现在我准备去我们学院的法学院图书馆去看会儿书，头发都汗湿了。那公馆，然后那边是经馆，好累啊。现在就准备去图书馆了。清华的图书馆是只能学校的师生进入，因为要刷卡。法律图书馆，不知道现在会有人在里面吗？其实今天特别的热，外面实在是太热了，所以应该也去不了太多地方。等天气稍微凉快一点点，再带他们去二校门那边。对，因为我过几天就要去迪拜，然后可能会有十几天到，可能有20天会在外面游荡，所以其实这是我暑假在清华待的最后一个星期，所以想稍微看一下清华，然后
就我刚刚拿的那个刑法学，然后我现在要开始看书了，待会见。And so the question that you chose to ask, will it be better where we're going? And though the answer I don't know for a fact, still my heart is saying, oh yes. La da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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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nd so the day may bring